现在我还能听懂一些。据我所知，江小姐可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，怎么到了唐城之后，却在新西兰勾搭我爹呢？到底是图什么？图什么？荣华富贵吗？干什么？那个，我能不能进去？那个 WiFi 着急。 我不管你是图什么，这是今晚的船票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杜少爷和杜老爷，可真是一点也不像。 杜少爷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不仅在国外读过书，我还认识真的杜学。我还认识真的杜学。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是杜少爷先开的玩笑。我要上台了，晚上见。 少爷，24小时盯着他。